八卦掌是以掌法变换为主，以四正四余八个方位为运动轨迹，与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，故名八卦掌。八卦游伸连环掌是在定式八掌、八大掌的基础上练习的连环套路。练习八卦游伸连环掌，要做到行走如龙、回转若猴、幻视似鹰，动作矫捷灵活，尽力沉实浑厚。练习时以意领气，以气导力，意动神随，如行云流水，似蛇游龙舞，凝果钻翻，事事相连。各位武术界的教练员、运动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副教授宗维杰。传统套路八卦游伸连环掌由我来为大家进行讲解，我将从动作的要点、动作规范、攻防技击以及演练的风格特点上对课程进行一个全面的讲解，希望本课程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我们共同进步。各位武术界的教练员、运动员们，大家好。传统套路八卦游伸连环掌，下面我们来介绍第二段内容。下面我们进行八卦游伸连环掌的第二段动作里面的第一组动作讲解，右白蛇吐信和左白蛇吐信。下面请看完整演练。从腋底藏花开始，我们接白蛇吐信动作。腋底藏花，我们出现一个云片掌的动作，大家请看，云片，右手在自己额头的斜上方画平圆，力点达到小指一侧，形成片掌的动作。这里出现一个扣分点，就是云掌。那我们在做云掌的时候，如果未延头上方画平圆，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扣分了，所以一定要沿头的上方绕一平圆。这里呢，我们要求一定是以肘关节为圆心画圆，不要以手腕为圆心，一定是以肘关节，以腰代臂。所以再做一遍，以肘关节为圆心绕平圆。接着我们再做的时候行一个托掌，大家看托掌的动作，又是出现一个扣分点。如果托掌我们未沉肩垂肘，形成一个抬肘，这就是扣分点，就要进行扣分。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沉肩垂肘，形成一托掌动作。接着我们绕360度，摆脚扣脚，注意脚法一定要清晰，往前穿掌，脚的方向与穿掌的方向要一致。好，插步，这时候出现一个插步，转体，右穿掌左脚蹬，左穿掌右脚蹬，最后力点要达到自己的掌尖。这是右白蛇吐信。好，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它有它的攻防含义，比如我们在做云片掌的时候，假设对方拳从上面向我劈下来，我要接手，接手的时候如果打到我头，我只是这样的话就接不住了，所以一定要高一点，防止对方打我自己的这个头的额头，所以我要接住以后云片。那如果我接住以后，我也可以怎么样反擒拿，
一个小擒拿的动作去接。那么如果在接的时候也可以接完以后去削击对方，也就是说我这儿去接，接手以后用自己的小指一侧云片削击对方的颈动脉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接手动作。无论从外侧接手内侧接手都可以，外侧接手也可以，从内侧接手也可以。他从这，我这是从他这个手臂的内侧去接，内侧去接也可以削击，外侧去接也可以削击。那白蛇吐信还有穿掌的动作，地点呢在指尖。穿掌的话我们知道穿喉穿眼都可以，穿这个背下方这个地方都可以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为什么要力达指尖，就是穿击的时候要有力达指尖。它的力是由后腿的蹬进，通过腰的传导肩臂的传导最后到达指尖，这是它的攻防含义。好，第一组动作就讲到这里。白蛇吐信，动作要点：腰身与上肢动作要协调，云掌的运动路线要准确，注意平原的圆心在肘，脚下步伐摆扣清晰。下面我们进行八卦游身连环掌第二段动作的第二组动作讲解，下面请看整组动作的完整演示。下面我们进行这组动作里面的重点动作，鹞子翻身的动作讲解。鹞子翻身，阴阳鱼做完以后，右手向自己右脚面穿插，同时扣脚，左手沿右手臂内侧穿出，翻转打开，前后手拉开。好，停。那么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动作，就是什么？这个腰的翻转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右手和左手把头一定埋进去，埋进去，对，这时候有一个翻腰的动作，翻腰展臂，整个腰臂展开，下手要有一个撑的动作，护住自己的腹部。好，停。这个动作很多同学在做的时候呢不翻腰，头不埋进去，就只是打开两臂了，只是打开两臂做的时候呢，这腰的动作没有体现出来，也就是说鹞子翻身这个翻身没有体现出来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穿插，右手穿插，左脚扣以后右手整个把头埋进去，有一个翻转的动作，要把身体有一个翻转的动作，这点一定要做出来。重点动作鹞子翻身，再来一遍，右手向右脚面穿插，左手沿右手臂下穿出，走，翻转，对，好的。下面呢我们接着再做后面的动作，鹞子穿林动作，从鹞子翻身接鹞子穿林，大家看，鹞子翻身做完以后，这时候我们出现了一个磨肋掌的动作，右手打开以后沿
右腋下，沿右腋下穿出，这是一个扣分点。如果我们未沿右腋下穿出，这就请扣分了。所以这一定要沿右腋下穿出，穿完以后沿着手指的方向上步，沿着手指的方向上步。好，左手沿左腋下走，穿出去，走之字形，右手沿左腋下穿出。这个动作打开以后，要翻身打开以后，这儿一定要转腰带臂，转腰带臂的时候右手沿右腋下穿出去，这个速度一定要快。演练的时候动作走转做出来，脚底下动作与手臂的动作一定要协调，穿出，脚上动作干净利索，眼神一定要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出去，腰的转动与旋臂转腰要同时一气呵成。鹞子穿林这个动作就讲到这里，下面我们进行乌龙摆尾动作的讲解，请看乌龙摆尾动作的完整示范。乌龙摆尾动作呢，它有一个沿肋向后穿插的动作，这个是个扣分点。如果未沿肋向后穿插这个手掌，那么我们这就是一个扣分点了。我们在做这个动作，右脚向自己的右后方穿的时候，右手臂屈肘屈手，沿自己的右肋向后穿插，左手沿自己的左肋穿插的时候，左脚向自己的右脚后方插步，两手依次进行向自己右后方转穿插，转穿插，走合。好，这个动作步幅较大，步伐要与身法协调配合，穿的时候与自己的撤步相合在一起，左手穿和右手穿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和这个穿做，穿和两个手和两个脚要合在一起，所以上下肢一定要协调配合，注意头眼神与自己肢体的配合。好，乌龙摆尾动作就讲到这里。鹞的翻身动作要点：翻腰展臂，腰动臂动，鹞子穿林。动作要点：手沿腋下穿出，步伐要跟上，上下肢协调一致。传统套路八卦由身连环掌，第二段内容我们讲解完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